所有的执事代表辛苦了，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哦。来自我们淡水河中公主屋泉水哦。今日的时节，会当比咱最平安生，咱送温龙华唱的最白，合家平安大团圆。好，谢谢我们华中宫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红盘是来自我们淡水光明师，那淡水东边塞。Oh,
脸书啊，或者是在抖音啊、小红书啊，非常非常夯的一些的乐曲啊。一般咱的牛线拢会是伫咱的神庙头前哦，啊，咱神庙有分成本庙、嘛分成母庙哦。那我们呢，非常欢迎来自淡水河中宫，我们行教会哦，非常辛苦哦，咱的九班回刚乡。欢迎到我们淡水河中宫，咱的献歌弟弟。来，由咱淡水平安山哦，我们综艺执事大哥哦，在这边呢手持清香恭迎。有班会中间有一个是女生哎，这位女生呢，应该不是她，应该是海外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现在台湾的民俗文化其实都是四海一家亲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我们淡水的这个呢，很传统的民俗文化，其实呢，在全球上面，大家也都是家家户户是必晓的哦。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我们加班会，我们给我们这位外国朋友来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每次看到哦，很多呢的外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参与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嗨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说，其实呢，我们在台湾的庙会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棒。